玩具 TV 第26季第四集，今次要介绍的就是，我想看看个盒死了去哪里。超巨型的盒喎、在出面啦，我都在想紙皮箱在裡面，那个算不算是一个盒呢？是的，这个还算不算，都算是一个，真是一个盒咯。是。完全是整件东西包在里面，都是没错。上次其实我们介绍这个 CCS 的 Black Getter 呢，都是用回这个系列的设计的。一个很大很实正很实用的纸皮箱，里面就会见回它真真正正的 Box Art。这个算不算？同埋真係 box art 嚟嘅，因為真係有 art 嘅，有驚喜喎。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影相嗰陣時咁樣去影，哇，咁你成件事咪 perfect 咯。我呢個設計師有料到嘅筆鋒，同埋個筆觸，佢完全表達到 Getter 嗰個狂野感啊！介紹完啦，個盒表咪又亂評啊，大佬真係。好，但理論上嗱，好多可能 CCS 嘅同事們睇緊嘅喎，聽聞咁好啊，咁你哋成日睇我哋嘅喎，啊，聽住先啦，都係嗰句，好啦，嗱，多一句介紹呢個鐵魄嘅產品，唔代表一定會讚嘅，不過真係冇乜嘢挑剔，老老實實，啊，呢下嘢即係唔係話即係擦貴公司鞋，有料到嘅，好啦，咁啊，真係睇翻，其實如果純粹講可動性咧。都不用講住，你轉一個圈俾大家看看先。嗱，喺未插呢一個翼嗰陣時，基本上而家我哋都叫做擺咗一個試正少少嘅姿勢。咁大家可以見翻就住成個 Getter One 啊，唔係應該講叫新 Getter One 嘅造型。嗱，啱啱其實大家真係中意開玩具或者中意開真三一嘅朋友都知道 ，Bandai、Metal Bill 都會推出呢一個真三一嘅。哇！嚟緊唔知點解要咁樣硬打咧？哦，都好嘅。你話真係有競爭先有進步。就住個外形嚟講，我唔覺得呢一個鐵魄版係會比任何版本差。其實真係要睇翻你中意真三一佢嗰個外形上個取捨係啲咩嘢。你中意啲機械感強嘅，其實一定會覺得 CCS 呢一隻會正啲。如果你話中意一啲原著又有少少魔改嘅，我亦都覺得 Bandai 今次 MB 呢一隻係出得好出色嘅，特別係外形，因為佢能夠將佢原本嗰個圓或者彎嗰個線條好完美咁樣表達出嚟之餘，亦都有好多嗰啲機械感，同埋個情報量分布亦都好平均嘅。好平均。係啦，話我講咗好多嘢可以交俾你啦。爭咩啊？兩隻都買咪得咯。爭咩爭啊？影嗰個。我玩呢个，遮咗样啱啱，啊，等翻有先，好啦，咁讲一讲，其实我觉得某部分佢机械感嚟得强嘅地方咧，其实佢做咗好多渗线嘅，系，呢样嘢我觉得喺合金玩具嚟讲真系比较少见，系，咁当然啦，其实你见佢外形本身红色，我讲过啦，一般系好难处理嘅，无论你有冇上色都好，系好难处理嘅，咁今次你会见到真三一。在这个外观上红色其实望下去你都以为是几胶的。这只是珍珠红的。是的，那怎么也好，你真的看看你怎样撞的。我自己来讲都收货的。那另外当然也都很白地讲 ,CCS 没得输的地方，第一价钱。千几话嗰阵时买，1890啊，大佬包啲咩嘢？冇拆，因为我哋已经拆晒所有嘢出嚟啦，咁啊，所以变咗都唔需要即系再搞任何嘢去咩内扣包啲咩嘢。台座有嘅，我废 Q 时拎啦，太大抽。咁另外部件配件喺晒呢一度上晒噶啦，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嘅。而另外 Bandai 有一样输硬嘅地方咧。逐样逐样嚟，呢个波波啊，唔系呢个啦，只灯佢，得得得得得得，元气弹，有个骨嚟，呢张系大绝嚟啦，哇，大佬你点同你玩啊？另一边，咦？呢边好神奇啊，点解会圆空嘅？啊，圆空嘅咩？好似圆空，咁啱个位啫，就系啦。咁啊，当然啦，其他嗰啲黐乸线嘅地方，未去到，未去到。逐樣逐樣拆啊！唉，哇！
得翻出嚟先。技術上可以做到喎。另外佢即係我用埋 hot toys 去比啦。你本身佢任何上電嘅位咧，都係用磁石嘅。係我唔擺翻個靚姿勢，我用翻個正常嘅姿勢俾大家睇先。而家影影啲配件先，頭先未正式影。哦，好啊。哇，好大支。好大支啊！好大抽啊！咁嘅，哇，好似仲有個斧頭，哇，咁嘅，仲有兩隻翼，仲有呢排，全部都係大大支喎、啊！哇，真係掹，永遠都係掹膠都掹手軟啊！大佬真係呢支咧，其實人用都已經 OK 嘅，可以去打膠。呢把刀係啊，連刀哇，即係 user friendly 到一個點啊！真係。翻嚟唔都仲大過 EX 十金嘅喎，大過啊，大過 EX 十金。係啊，佢呢把鍊刀係真係好大把。啲德哥好似玩變魔術咁，會就好燈啊嗱。其實有個位幾好嘅，佢嗰啲綠色嘅部分咧，其實如果唔著燈嘅話咧，即如果例如平時唔著燈嘅話，就黑掹掹一片啦。咁但係咧，佢本身喺個表面上面咧，都再噴咗個金屬嘅綠色嘅。係，所以就咁，所以咧喺佢著咗燈之後咧，你會見到有個比較得意啲嘅情況就係咩咧？佢嗰一罅位咧，因為係粒線啦，所以比較薄啲，咁你就會見到佢凸嘅部分係會深色啲，然後凹嘅部分咧係會淺色嘅。咁佢著咗燈之後就會有個燈特別嘅燈效喺上面。而家我哋揾射燈射住都睇到啲，都睇到好光，好光啊！但好似佢呢種喺透明件上面噴油嘅方法咧，係好蝦人做，因為有時咧噴得太厚咧遮曬燈。係啦，廠如果噴厚嘅話，一邊厚一邊薄咧，你就大細邊之後咧就會俾人要求你換貨啊。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佢哋都對自己生產好有信心先會願意做嘅。比如說係嗰啲磁石嘅外甲咧，因為磁石咧好容易，其實如果一般情況如果打膠水裝，好容易甩嘅。咁通常係做緊配硬打落去，咁但係好多時都會有多少意外咯，或者磁石正反啊都會有好多問題。一邊算，咁啊方面睇，呢係好有信心先願意做嘅嘢。一邊開一邊唔開嘅效果大致上就咁啦。基本上啲燈都真係好正，啲燈。果然高係好方便咯，係，係咁要伸伸手就。我想問嗰啲燈啊啲電係咪真係預先裝埋入個貨度？係啊，冇錯，除咗個波波之外，換電都幾麻煩嘅，其實呢隻電。都係嗰啲頂電，係啊，冇錯。但係因為咧，佢譬如呢啲位咧，你要拆都又唔係話拆唔到嘅，不過比較麻煩啲。你仲有啲咩説話好講嘅？都係嗰句。哇，大佬真係成隻嘢，即係兩叉嘢留下，著燈。可動又高，金屬骨架，同埋多一句啦，對我嚟講就冇意思嘅。不過對好多朋友嚟講咧，超合金係要重手嘅，佢俾到你，佢真係俾到你，但係我就唔會因為咁加分嘅。咁啊，但係啲合金控就可以自己隨便加分啦。好啦，咁啊都唔爭在，咁啊裝埋個魔神飛啦。咁佢其實有兩個背脊俾你，三個背脊俾你揀嘅。咁我而家已經揀咗一個陀少少背，準備用呢一個魔神飛翼嘅狀況，咁啊可以拆翻，直接裝翻隻翼上去。咁你見到其實都係金屬裝位嚟嘅，咁所以變咗你放心地進入。哇！氣勢出曬！哇！大佬，真係真曬！呢啲又係氣勢同氣勢嘅碰撞啊！佢真係做到真三一嗰個霸氣喺度啊！係，即係咁大都安到穩陣哦。係啊，好實咧，因為佢本身個軸咧全部都係金屬嚟嘅。咁同埋頭先我想講多少少嗱，我唔係話隻嘢冇嘢彈嘅，佢本身呢一個 hip 位咧嗰個扣位咧其實好鬆，我好容易就甩咗出嚟。條底褲係啦，變咗其實要補強咧，我覺得係有需要用呢一個blue tape
睇翻嗰個裝口位嗰度，咁啊加翻少少呢一個 blue tick， 咁你就黐得實啦。勇者我可以試用膠水。哇，金屬喎、啊、大佬。嗰只白膠章嘅。啊，白膠章係得嘅。嗰只有一隻特別嘅日本白膠章係可以。另外一樣嘢少少吐槽嘅就係本身翼呢一個裝位攝入去嗰陣時候，其實除咗暴力之外，都係暴力嘅。咁亦都個窿嗰個裝位，我覺得係爭咗少少。冇啦，呢啲就睇運氣。黑色就改善咗。係。黑色版嘅嗰個就可以。係好順暢嗰、那個。咁啊，小瑕大疵。咁啊，呢一個亦都不影響把玩啊，不影響把玩嘅。淨係擺都已經冇得輸啦。係啊，好啦，咁啊，真係喐下隻嘢先。咁啊，其實同上次大家睇呢一個 Black Getter 都唔會有啲咩分別噶啦。咁啊，頸同樣地係。頸同呢一個心口，頸同個頭，咁亦都有呢一個可動啦，咁變咗喐嗰陣時就會好舒服嘅，咁啊可以，哇！佢其實跌一錢都睇唔到，因為個心口太大。好啦，咁啊見到，哇 ！sorry 啊，誒呢個真係發得長啊，拆佢先，係未拆之前都影一影翻本身佢呢一個翼嗰個構造，見到有得有一定嘅好，佢本身翼。嘅架咧就有兩節上下喐嘅關節嘅，第一節就喺呢一度，第二節就主要嘅喐嘅關節啦。咁啊，亦即係呢個裝口位就有一個橫軸啦，咁同埋有一個活動教就構成咗成隻翼嘅可動嘅。咁大家都一句啦，非常之可以玩嗰陣時放心去扭，原因係因為本身佢嗰個金屬骨架係好硬正噶。好啦，咁我而家拆得啦，我惊一嘢插你只眼度又唔好，大佬真系装翻一个细嘅上去先，冇错，继续喐，见到嗰个肩部关节嘅设计，大家喐嗰阵时，任何三一都系咁噶啦，三一 get one 先 get one 嘅角。好容易同佢高耸嘅肩膊撞到嘅，所以你喐嗰陣時候，麻煩你要留意翻，就翻嗰個膊頭位，你先可以喐，因為本身佢嗰個肩胛可動其實係非常之唔錯噶。另外喺呢一個膊頭位，同樣佢都照樣做多一個。上下可動的關節，令到佢本身個膊頭個喐動係好靚嘅，可以俾翻個正面大家睇啦。都唔好講話咩遮唔遮醜啊，因為佢本身個關節已經做曬所有成組關節出嚟，所以係完全好圓滑嘅成件事係。同埋要讚一讚就係佢本身呢一個肩頭個關節咧係好實㗎。一般縱使係模型，我淨係講模型啦，呢一個位都好容易鬆。但係我暫時玩落去，當然玩得多會唔會話跌翻落嚟，我唔敢講。但係起碼我而家玩落去咧，個感覺係非常之實正嘅。設計上亦都有個環軸，環軸之餘呢一度仲再俾多一個環教關節你，救命啊大佬！就係驚你唔夠用。咁啊，繼續轉啦，轉完之後，頭先其實阿嘉都講咗噶啦。要讚一讚嘅就係佢本身呢一啲咁靚嘅遮醜位咧，都做翻曬俾你，所以你話即係擺啲翹手嘅姿勢咧，其實就冇乜難度。可動手指，咁啊見到本身又嚟咯，你隻你話我睇唔到啊嘛個位啊，唔好意思啊，係 V 呢個唔係 V。O K， 叻啦，咸湿添，唔系我整我只手，喂你乜嘢人我数啊大佬而家，冇说话讲啦，就咁讲个上臂都已经系玩到你即系傻咁滞。我见佢个关节同埋背脊个翼嘅关节咧，好似都唔系一般玩具用开啲关节结构，好似啲我哋买电器啊或者啲夹啊嗰啲好硬净嗰啲。嗱，咁啱啱 Brian 解説完之後咧，咁亦都可以見到本身佢成條腰嗰個構造啦。如果作為一件玩具或者一般同其他即係出入金或者可動嘅
的產品去比較呢，它條腰的前後腹那個擺動的動是大很多的。你會見到它，因為你一、二、三、三節它都可以做了可動，而我就不停在它螺柚上按掣，令它不停地轉燈熄燈轉燈熄燈轉燈熄燈。你是做什麼要按人家的螺柚？是的，你見佢嗰啲腹肌咧，嗰啲銀色嘅寶圓都係好靚，係好 eye 好 sharp 嘅。裙架唔使講啦，頭先一來可以拆出嚟，二嚟亦都見到佢本身就住嗰、那個球形關節，令到佢可以喐到好多。所以，哇！哇！一字馬，開你啊！得啦，真系好鬼中意玩呢个，成日都喺中意喺跳。嗱，呢个有啲特别喜好啦，佢中意单只嘅一啲靓湖。诶，有好多问题啊，趁呢个问下啦。嗱，师兄话如果黑色、红色，而家拣边个？黑系，不过你冇得拣，因为黑色嘅败晒。我答你，小朋友先做选择，系啦，冇错。兩個都要曬，因為咧黑色咧佢冇大鎗刀同斧頭啊，佢冇太陽烈光彈啊，所以其實咧你如果你淨係買黑色，你就多幾支槍，但係你就少咗玩法。個重點其實係太陽烈光彈啊。係啊，一鎗刀、斧頭同太陽烈光彈其實我覺得好必要。係啊，呢招係大絕嚟噶嘛，點可以唔買？又做到要彭丹姿勢啦，德哥。哇！大佬真係玩唔～仲要搭啲，唔系 OK 喎。喂，嚟啊！喂，要好咁啊！亦都見到好靚嘅膝關節嘅構造，金屬啦，本身一啲連動啦，等等等等等嘅泰式膝狀腳腕關節，咁啊見到佢後面呢度有一個斜軸插咗落個腳板底度嘅，咁所以變咗佢喐嗰陣時咧，你會見到佢係。好微妙嘅，另外連腳板底佢都做咗三節，變咗喺呢一個貼地性同埋個造型嚟講係完全包含曬。就係驚你連腳板底個噴射最多有呢一個黑鐵色同埋金色嘅分析，黐線。咁啊，可動更加唔使講啦 ，perfect。另外要留意嘅就係、是，哇！即係扭翻只腳落嚟啦。望住后面呢一度，Come on baby， 呢个连动几靓啊！佢将小腿呢一组分割咗出嚟，而逐块逐块，当你呢一个膝头哥喐嗰阵时，就带动埋呢一个后小腿嘅关节、哦。最下边嗰块拉喐咗嘅。系啊，其实你呢两度都一条轨嚟嘅。是成条轨一起喐，所以变咗呢一下就真系真系好靓。用你追一日，哇！点知一日？好咁啊，成只嘢嘅可动，我都好有兴趣睇下呢一个 Metal Bill 佢可以做到边一度。我唔敢讲话个可动有啲乜嘢，即系边个强啲，边个弱啲，我真系唔敢讲。咁但系我都对 Metal Bill 有期望嘅，咁啊希望佢。Metal Bill 始终都系佢哋嘅一个。系啊，殺手鐧啊！系啊，主打 production line。嗯，咁啊，當然啦，我都哇呢支嘢本身嗰個鋼嘅鋼位咧，都係金屬製嘅。咁啊，依個金色嗰個尾係咪喺呢度？我喺度用呢個啊。呢個。哇！睇翻個造型啊，我驚佢跌渣渣，唔該大佬。你想做咩啊，德哥？其實冇乜。可動，但你會見到成組嘢個造型同埋分件都好可怕。有喐㗎，哎，可以呢個位盡㗎啦，不過就耶耶，哦，啄佢頭我哋，好似鷹啊個感覺，係咯，係啊，鷹盡。呢個係鎗刀咯，係鎗刀，揸得實唔實呢？佢有得換個揸嘢嘅，呢個過癮啊！但係你可以用個可動手去揸嘅話，就更加加分。哇！師兄話期待 CCS Toys 嘅跟 Buster， 個設定好靚啊！係啊係啊，係喎！佢仲有風之魔裝啊嘛，
我哋要買死啦！呢幾隻我都死了。有冇得變形？講緊邊只係奔跟巴薩定講緊邊個？唔知道有冇得變形？知啊，有冇？嗱，想揸得靚仔啲，你可以配翻本身。你見到呢一度有一堆造型手，包括咗呢一個揸架撐嘅手嘅，咁一個類似揸槍咁嘅手型啦，正正經經嘅拳頭手，同埋呢一個手持镰刀或者三一戰斧嘅手嘅，我懶。但是他亦都可以做到我要求的动作，基本上够用，有爪，冇错，冇说话讲噶啦。咁啊，有兴趣嘅，睇下仲搵唔搵到啦，都应该搵到嘅。照计就，其实 Black Gator 喺坊间都仲有得买，二手咯，系啦，铺头咯，系啦，铺头有，有嘅，即系佢入咗现货啲咯，就系预订咧，因为卖晒啦。系啦，咁啊，暂时玩咗咁多先，几点啊？而家？11:30啦，就嚟，因為鐵機考就係真係做唔切噶啦，係啊，嚟就嚟咗噶啦，大家知啦。好，咁我嬲啦，做馬基雷拉嘅轉頭機，影住邊度先？影住佢啦。喂，你哋個節目真係好好睇啊！有時做直播好鬼中意睇啊，做直播沖涼都要睇住，係可以咁樣。係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